我都是一天两杯咖啡，滴水不沾，就是喝两杯咖啡，一个三明治，过完一天。我大概这样子持续一个礼拜，然后我这两天才开始赶快补水，补水，补水。我的下面一大包。轰！哦，这一局我们对到的是什么 ？T1 神角钢铁侠。哦，对面直接呛声呢，这边速推再去帮他 ，OK。肯定先推中线的。啊！这就是国服的雷光眼吗？伤害很够哎，说实话，输出好像真的很有感，但又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。完了，全来哎，就离谱。分不到我。哦，这就是国服的雷光眼吗？我真的不懂他哪来的自信说我们输了、欸、每次对手先呛瞎的最后都是等输欸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看到了没有什么叫做好队友，我还会等他在一起吃、欸、这就是好队友。你怎么一下都没有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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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不知道那个刀锋哪来的自信呢？是因为看到雷光眼吗？可是国服，我记得雷光眼是墙角啊，他应该不会说这种话才对啊。哥，你怎么会觉得交了瞬移就不用死啊？你怎么会觉得开了大过来？你就打得赢了，这样的刀锋还敢开喷啊？哪来的自信？还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有灭霸、啊？我记得国服会把灭霸当墙角。哎，可是而且这版的灭霸蛮强的，这版灭霸那个大招很夸张哦，斩杀线很高。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有灭霸，所以觉得很有自信。我还先等他放完那个，我还先等他放完一技哦，因为他一定会放的。领拳。靠腰，国服的太强了吧？哎，这到底是这角色太强，还是对面太烂啊？我有点没办法思考哎。哎、欸，这好扯哦！
他好像是无敌的欸。那逼出他一个加速就不错了。怎么了，刀锋？现在那个嘴脸怎么了？哎呦！突然爆发一波哦！看来刚那个爆发是他们最后的波纹了。怎么了？你觉得这样子很厉害吗？哦，自暴自弃了。但你也不用这样子送给他、啊。那个人都自暴自弃了，你怎么可以给他机会呢？唉，普攻，普攻，普攻！妈呀，果然是国服之神呢、欸！两个伺服器两样情啊，一玩不得了啊，好玩到停不下来。不是，这伤害太棒了，死巴拉西！这伤害是死巴拉西。之前那个优势都会有那种刮痧感，哎、欸，在这里不会耶。刀锋，你刚开始的时候说，你们就得输，你们没赢过吗？你们没输过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伤害，这怎么会是国际服能比的？哎、欸，这个会秒人的耶。哎、欸。他只是想锤那个兵而已。太远了、啊，哥，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打？国服的这只是真的很强。对面智能人机，你这样子小学生会生气哦。你废话真多。要蹲这边的。还在打字，哥帮帮忙！有了，炸死了！他还在跟人家聊天啊，做正事好不好？不然他蹲在那边干嘛？还在聊天。他那个苏尔特被人家无损换掉了。就喜欢你们挤在一起。我的队友一直在嘴他们人机啊，我快笑死了！我就站在这里喷，哎呀，可惜不能放招，这放招就过热了。两名不满，有没有，这就是有控热能的输出啊。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不要控比较好，我只能说有好有坏。好处是你技能可以放得比较爽，坏处就是你关键爆发会不够，所以这种事情我只能说有好有坏。这个输出太扯，这输出真的太扯，这个绝对是国际服打不出来的，这个已经认证了，这个绝对不可能。你看那个灭霸，虽然他的初装也是很丑，但是我之前对过很多那种没有上任何法防装，我也打不通他。但是在这里却没有那个问题哦。干，国服的数值真的很夸张。包我，漂亮。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哎呀，队友不集中啊。我刚那波很漂亮哎、欸，我刚那波大招超漂亮的，但是为什么幻视会暴毙，我就不太了解
is overcome。 那边幻视应该是要过得比我还好的，因为我是首当其冲，幻视站后面一点就没事了。我刚那个群伤，我这一局伤害一定爆表，可能超过 50% 的那一种。这一局节奏太慢了啊，我们优势这么大，然后却一直拿不下来，队友不太会打中局哦。哇，你又这样子招，我的天哪，你真的是每一波都白拿了耶！他每次都这样招，这个打野有问题，这样很容易会被熊逆转。这打野不知道在干嘛，我就说啊，在国服是很容易被逆转的。哎呀，过热了！灭霸还觉得心存希望，结果游戏结束了。灭霸还心存希望，我经济起来了，可以打。2-1-12，这个从国际服来到这边，直接战绩翻倍，真的有点太痛了。然后队友一直笑对手是人机，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的。有没有绝对过 50%？ 我们上一期的雷光眼在国际服打多少输出？好像 49%， 对不对？这边直接飙升到 59.1 哦。59.1 206.9K， 这速度太长一条了吧。欸，不是我队友太短，欸，是我太长，欸，真的是我太长。206.9 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国际服可以打出来的数字，这差太多了。你看那个火箭万雄，我可以自己上前就靠自己的二技加两段一技就秒杀嘞 ！Oh my god， 这真的有够夸张的，我还不知道对手哪来的自信。对面你们输了吧？笑死！